就说烂死了，不是真的很烂。然后我就问他说，你不是学电影的吗？我们几乎每两三天吵一次，我善于请了，就我很直接，然后他很会请了，然后就是我会吃到他相爱，没有相爱，相杀。说我们好像住在这不是地球人，就是雅虎 TV 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春行的导演，我是彭子慧，我是王品文。莫名其妙的开始，他就邀请我说。不然你要不要一起来拍？我就说哦，好啊。拍摄的过程也是会吵架。你明明常常说我不要再跟你合作了。他常常生气的时候就说，我不要跟你合作。是我们会吵得很凶，但是我善于请了。不是因为你一直说我请了，我现在直接承认，不然就还要被别人说。没有，他最近开始会承认了。不然就被别人讲说我很爱请的，比较感觉比较讨厌。我们几乎。每两三天吵一次，平均一个礼拜吵两次，态度的这种，对对对，态度不佳，生气。比如说我可能想一个剧本的桥段，然后我就问他说，哎，你觉得这边这样怎么好？就说烂死了，不是真的很烂。然后我就问他说，你不是学电影的吗？然后我就觉得自尊心受挫，就我很直接，然后他很会请了，然后就是我会吃到他相爱，没有相爱，相杀。如果就得奖完，你走上台的时候，那个警察会说，还是很生气，因为那个警察很傻眼，这是对我们吵架的原因。我们好像是为了一个逻辑的问题。你们刚刚还问警察的意见？没有没有，他就是问我们说我们到底在吵什么，回答不出来，我们有点不太敢说。希望他赶快离开就好。对，就我们其实会有一点点怕演员，因为我们如果起哄了，大家也会。紧张，大家也会很紧张，就不能工作。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有意见不合，我们会私底下解决，决斗。嗯，那你们会是敢就是跟他们沟通，直接讲讲，就或者相处的状况会怎么样？反正已经拍完了，可以说实话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觉得这跟讲很陷阱，因为很想说那个杨贵妃怎么形容我们？他说我们不住在地球吗？对，他说我们好像住在这不是地球人，就是。就是比较抽象的表达，可能他们会很难马上可以接到我们频率，因为可能大部分的导演不是用这种方式在表达。对，因为我们比较少用指令式，就是说啊，你在这边哭这边笑，我们不会这样。就我们是有限度的给一个空间，有点像是有个地图，但是他们在地图中间，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呈现。对，那我们就可以捕捉下来他们的这些细节。我觉得春行演员的那个悟性很高，就是他们其实不一定要有很多言语表达，他们就看我们剪出来的东西怎么处理那个那些片段，他们就理解我们其实想要做的是什么。所以第二次其实几乎不用沟通。他是在家里是长姐要照顾弟弟妹妹的那种，他是那个照顾很照顾人的角色，其实我们觉得跟秀段很像。然后喜哥其实他身上带着一种很那种市井的味道，他其实很接地气，然后我们就觉得这样的样子来演青浦实在是太棒了。因为我们第一次跟喜哥讲完话，我好像就有跟他说。哦、我觉得他真的好像青浦，现在本人也很像青浦。新马有点紧张啦，那个要走红毯，哦，要走的很紧张，要穿衣服很紧张。对于得不得奖没有紧张，走红毯比较紧张，走红毯很紧张。会有想好带好什么幸运物资？有人送我们那个小小金马。我有带着，他说我们说要记得带在身上，那我把它挂在背包上，但是过了几分钟它就断了，我的还在包包里。那说不定跟红线一样，有人家说红线是掉了，就是月老拿去签的，很好，好，谢谢。春行即将在11月22号。全台上映。这部电影是我们的第一部长片作品，是在讲一个关于面对生命遗憾的旅程。欢迎大家上戏院带着爸爸妈妈一起看。11月22号。
我不知道别的吗？为什么怪怪的？你连手指都不会，我连之前那个我都不会，就是以前那个我阿嬷都会比较有点难呢。啊，阿母奈无甲你斗阵来，伊无用。妈，你来，你来，爹，拜托你开门啦。我声袂敲着。我甲伊讲，你妈安尼啦，你妈。阮某的代志，我来做主啦。上回咱甲人坐游览车去游览，我甲恁两个拜下拜下，人个车已经开走去啊。万青，你出车，唔当放袂记啊！